嗨，大家小孩子，这一集开箱 Descendant 这一季这一件这个连帽的香帽 T 的这个外套，风衣外套。好，那它分类在外套，所以一样是用衣架，然后配这个防尘袋的配置哈。好，那看一次嘴一次，希望他们以后衣架可以做好一点。好，然后再来的话，这次出蛮多颜色的，然后目前只有到几个颜色，一二三，好，四个颜色。那逐一给大家先看颜色，等一下再看版型，然后细节这样子。好，那第一个这个是咖啡色格纹的，咖啡色格纹的，看一下。好，然后背面，像差不多跟影片跟实比没什么落差哈。好，再来是深咖啡色，深咖啡色。好，啊，因为它是尼龙材质，所以影片可能会稍微有一点反光，我会留意一下，就是实际的颜色。哟，好，OK，这样差不多，好，给你们看一下，好，然后再来这个是卡其色，卡其色，卡其色比较亮哦，所以它可能会反光严重一点点，它这是，怎么讲，这样好一点吗？好，这样比较好一点，它会有点比较偏奶色一点点，奶色，就是奶茶色啦，不是奶色，奶茶色一点，还蛮好看的，好。再来就是这个比较大的这个灰色的格纹，我自己比较喜欢这个颜色啦，蛮好看的灰色格纹。好，然后我拿这个好了，这个比较不会反光。好，灰色格纹。那这一件的主要设计，好，从细节开始戴，就是胸前有一个这个电绣的金鱼小标，好，电绣小标，然后在底下。底下右侧这边有这个 Descendant 的布标，这就是跟一般的一样。好，再来另外一边就是它材质是 Couture 这个耐磨材质的，这是它的这个布标。好，然后再来的话，它有三处有拉链哈，就是第一个是领子的地方，然后再来是两边口袋，左右的口袋，然后这个拉链部分它有做一个这个橡胶的这个拉头做延伸，那这个拉头上面有 Descendant 的 logo。有点小，可能拍不太到，就是大全名 Descendant 在这边，啊，反过来，另外一边也有哈。好，那大致上是这样子。再来就是介绍版型，我身高177，体重80，因为我下盘比较宽，然后因为由于这是尼龙材质的关系，然后我是选三号，身上这件是三号的，好，给你们看一下。等一下哦，那它两侧这边有口袋，就可以拉开了。那口袋是没有互通的，OK，拉一下。然后尼龙材质的话也有防泼水的就是机能啦。OK，大致上是这样。然后我觉得这个颜色真的蛮好看的。然后，拉链也蛮好拉，有点卡的。好，大概就是这样。然后，如果你对商品有问题或想要追加的话，都可以再联系我。拜拜。